那一般的话，我们展会上操作会什么问题会有？就是这个翘起，整个翘起的，这个定点啊，主要是这个定点，对，或者接切平的，接切平的，有时候这个齿轮，有时候可能是先掉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当切当声音跟切断切不上，切断的话，这里面的螺丝，如果切不断，那这两个螺丝了，哎，都这个松掉，这个稍微的松掉，这个松掉多，然后来。Thank you.